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。在大熊猫基地里面，四处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味，没错，那就是玉兰花。行走在基地的园区和小路上，你都能看到盛开的玉兰花。看完大熊猫再来赏赏花，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线。不过路边的花花可不要乱采哟。